到驚嘅喎，小心！誒，我死啫，我死你冇驚咳噶嘛？好難講啊！又先向科技部開刀，莫乃光啊，批官連錯輕視 IT 人嘅，好酸啊！要做清潔啫嘛～國泰啊，裁員600人啊，資訊科技部門成為重災區啊！被裁員人數啊，更涉及所有職級嘅員工。好有啲擔當。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落片我啊，係喎。暫時啊，未收到 IT 同事求助，正在啊收集今次裁員嘅資料，估計初步涉及70多人。今年啊，曬氣啦！幾年裁員啊，都會先裁 IT 員工，甚至喺 IT 員先炒 IT 部。呢個咧反映企業可能認為 IT 成本高啊，但唔重要啊。都唔關事，根本就呢個係錯誤嘅觀念。佢發現啊，過去唔少大企同銀行啊裁減 IT 人員後啊，再隔年又再請翻啊，跟住或者將裁員後轉為外判啊，但發現外判又唔好喎，又重新請翻人自己。咁佢表示啊，作為消費者或用家，國泰啊好多投訴啊都涉及資訊科技做得唔夠好啊，好似定位系統啦、EPS 啊，咁啊好驚啦！佢本身 in house 有請咗人，啲人都做 campaign 嘅時候，咁我做咩唔外判啫？外判平咁多，唔使養住你班儲米蟲係咪先？你每個 project 逐個 project 去做外判唔好。認為咧以慳錢嘅思維去減 IT 人咧係錯嘅，佢又批評啊政府啊資訊科技政策。放200多億做河套區創新科，但本地 IT 人有冇工作呢？而且啊，匯豐啊、國泰啊呢啲香港標誌性企業啊，向 IT 開咗同事，政府啊乜都有冇做過，更帶頭啊改做外判啊。強調政府撈大賺，佢又相信啊，國泰給予勞工補償咧，較勞工法例規定好，但 IT 人咧再投入行業咧，哇，有問題啊！因為市場上同類公司唔多，未必吸納到所有嘅人才，即係做合約工啦，會受啲福利，或者做本地公司仔啊，咁咧差好多一代。IT， 我覺得係搞笑咯，講呢番説話嘅人係嚟搞笑咯，莫乃光係嚟搞笑咯，誒，哦。冇落虛弱喎，落遲咗啦，因為嗰個已經死咗啦，可惜啊，可惜。